香港红十字会在1950年成立，是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一份子。我们致力带动社会上各阶层人士身体力行实践人道理念，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多元化的人道服务平台。我们每日都会接收到无数资讯，一则你看来普通不过的新闻，对某些人来讲却是生命有关。香港红十字会积极回应本地及海外的紧急危难事故，提供适切的人道救援服务，亦致力提升社区应对危难事故的能力及意识。意外没人可以预计到，如果我们都能够好好装备自己，当遇上危难事故的时候，就可以助己助人。香港红十字会关怀有需要社群，加强公众人士对健康及急救的认识，共建关爱及健康的社区。每个人都可以为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出一分力。香港红十字会透过不同活动及计划向大众宣扬人道价值，让更多人认识及参与人道工作，并鼓励义工及青少年发展所长，回馈社会。特殊学童需要有合适的配套支援，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学习机会。香港红十字会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提供教育、复康及住宿服务，实践维护尊严的精神。香港红十字会竭力追求的是人人都可以懂得保护生命，关怀伤困，和维护别人的尊严，在危难中减轻别人的疾苦，不求回报向有需要人士施予援手。请支持香港红十字会人道工作。